重建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。部落有我们需要的力量。奥迪欧夏拉，有事吗？不可对灵魂不敬。我看见贝恩，他受到囚禁，痛苦，四周都是敌人，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影。 愤怒，一心想复仇，那是大酋长。他下了命令，然后贝恩的生命之火熄灭了。祖灵告诉我，这些景象会在明天日出之前成真。太阳之井啊，我们非出手不可。我是银月城的摄政王。 贝恩血蹄代表了部落的良善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生命光辉就此消散。不过要谨记在心，等大酋长察觉我们的计划，他的怒气会来得又快又恐怖。到头来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并且面对随之而来的后果。有话就说，为黑暗女王而战。 需用会。为了艾泽拉斯，隆塔尔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庄卡尔让荣誉为你指引明路。卡尔洛斯那一战之后，我就再没来。燃烧军团入侵时，我已经重新开放这些区域避难。现在希瓦纳斯在这些区域训练精英部队，以及打造艾泽莱金岩武器。站住！这里是禁区。住手！我们只是来。是萨鲁凡尔，杀掉这群叛徒。 龙卡，龙塔尔，为了艾泽拉斯，靠近一点，我们一起偷偷溜过去，在这里等着，快，快移动！ 训诲。等等，快！
庄卡尔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百发百中。我为女妖之王效命，四周动静我都看在眼里。有事快说，四周动静我都看在眼里。索尔，珍娜，联盟出现在这里，国王派我们来救他的朋友。我们也是来救贝恩的。如果双方联手，成功的几率会更大。没错。时间宝贵，行动吧。Loktar。让勇士，我要松懈防备。我没想到联盟会出现在这里。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出手镇压堕落的大酋长，或是攻击异国的君王，让他惨死自己家里。至少那个家还在。泰达希尔的事情又怎么说？够了。我们不是来这里吵架的。没错，专心想着如何救出贝恩就。我需要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。看来贝恩被关在前面不远处，看来要先对付他才行。
马迪亚斯笑死了。贝恩，索尔，还有珍娜。这些锁链经过反魔法处理，我要花点时间开锁。不太对劲，希瓦纳斯应该知道我们会来。背叛者，他知道你和普劳德摩尔女士一定会来。我没必要跟你战斗。你忘记你是如何血洗达拉然的了吗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今天我要替夺目者报仇。朝我发泄就好，不要牵连其他人。想得美，我要你像我一样看着朋友一个一个死去。游侠，杀了他们。为了脱离救出贝恩之后需要逃脱路线，我可以把大家传送出去，但是这些水晶会让我的法术失效。那就毁掉这些水晶。杀，先找到目标。可恶啊，连你，快过来解决他们。我需要目标。先找到目标。我来干扰正在保护法师的护盾，你去摧毁水晶。
水晶的护盾。感觉到他们的法术变弱了，把四颗水晶全部毁掉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们休想逃出去！你们休想逃出去！我把他救出来了，靠过来，我会把大家送出去。谢谢，又不是你，贝恩就没命了。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我也是，我不能辜负他，像我辜负他父亲那样。我恨不得回到过去。凯恩、卡尔洛斯、塞拉姆，有时候我觉得我一切都搞砸了。我们双手沾满了血。接下来，希瓦纳斯会把雷霆岩烧成灰，就像泰达希尔。过去我们两个曾经一起肩并肩地站在海加尔的山坡上，那次世界说没有沦陷，因为那时部落与联盟团结合作。部落联盟，我们的命运一次又一次的交汇，每次都分崩离析，这次有什么不同？我们不同。我该走了，要向安都因报告贝恩安全了。替我跟他说，他不是孤军奋战。
Valadash Malanore。 普劳德摩尔和肖尔甘愿冒生命危险前来救援贝恩，我真意外。是吗？不久前联盟和部落才携手合作，从燃烧军团手中救出苏拉马尔。双方联手合作只是特例，基本上我们一见面都只想杀了对方。这么做得力的只有艾萨拉，他非常强大，如果不合作，我们完全敌不过他或他的主人。人民相信希瓦纳斯，只要他在位，这场战争引发的战火就会一直在人民心中燃烧下去，我们无力阻止。也许不用阻止，只要把我们攻击的对象从联盟换成艾萨拉，说不定就够了。这个计划一定会彻底惹火凋零者，所以我十分赞成。能够摧毁那家船舰的盟友，那是不是说只要你们能不再针锋相对转身离开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跟普劳德摩尔女士一起学到的教训。萨利瑟拉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优先阻止艾萨拉。不过如果联盟阻止我们的行动，那么战火就会再次燃烧。别考验我的耐心。做点有用的事，萨鲁法尔、索尔以及联盟。现在最难处理的是如何让猎物以为自己已经逃出我们的手掌心。不过我们必须信任大酋长，过没多久你就要接受莫大的忠诚度考验，希望你能证明自己对黑暗女王的价值。